但你对我妈就是这样，要不然我妈也不可能走。你提你妈什么意思？再忙也得注意身体，我看你都瘦了，记得按时吃饭啊。嗯，小宁，还是家里饭好吃吧？嗯，还是家里饭好吃。明明，你工作上有什么需要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多跟你爸请教请教啊。其实，你爸还是挺关心你的。啊，话怎么那么多呀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不懂吗？行了，你也少喝两杯吧，别再倒了啊！心里有数。你爸上月体检，最近血压有点高，大夫一再嘱咐他，那酒尽量少喝点。现在吃着饭呢，你跟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呀？嗯嗯，换着你来跟我较劲了是不是？你还想不想好好吃这顿饭了？不是爸。身体是自己的，跟自己较什么劲啊？你再说了，刘姨说的没错呀，少喝酒对身体好啊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怪我不该提你血压高的事儿。今天明明生日，你想喝就喝吧。不是刘姨，这个事儿得说啊，小病不说，大病瞒着，这以后万一身体出现……以后万一怎么了？你能盼着我点好吗？你还想让我得什么病啊？不是爸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，身体有点毛病都很正常。您不能只管报喜不报忧。刘姨也是好意，你说她有什么？用不着你站出来，在这就给我主持公道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别再生气了，血压又该上去了，啊！我血压高都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因为这个小子给气的？不是，爸，怎么是我惹你生气了？啊，我们是担心你，要不然也犯不上跟你这么啰嗦啊。就因为刘姨关心你一句，你就不耐烦了？你让刘姨心里怎么想？她怎么想是她的事儿，你别以为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就是最大的了。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，长辈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我本来是不想管，但你对我妈就是这样，要不然我妈也不可能走。你听你妈什么意思？不是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理，喝点酒就撒酒疯，我看您是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我生你养你，供你上学，供你读书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我欠你什么了？你管我什么了？啊，除了给我点破钱，你还管我什么了？陆建明，你长翅膀了是不是？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？如果这个家你不想回的话，你不要再回来。你真以为我想回啊？我猜刘姨要是不提，你压根儿记不住今儿是我生日。你心里有谁呀？除了有你自己。刘姨为你做那么多，我都为刘姨感到不值。